很明白，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集体就是个英雄。我是个军人，那我也觉得也是4600个在武汉一线抗疫的军队的一个代表，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对千千万万奋战在一线的女性群体的一个褒奖。接到命令以后几个小时，我们已经在武汉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是一直在做准备很多种，但到了武汉以后我们发现还是很多的我们没有想象到的困难。别去了以后觉得核酸能力检测不足，马上把负压实验室搭起来，马上就是形成每天检1000多人份的这个能力。现在1000多人份你会觉得很少，在当时武汉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刚开始进这个负压实验室的时候出来就是特别特别多的汗，而且没有时间去打理它，不是打理，是得洗的时候已经怕都没有，所以就是直接去把头发给剪了，很短。我在武汉剪了3次发，刚到的时候他剪的时候他说，哇，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巨染过的，又黑又亮。我说我从来不染头发。然后到了4月份吧，我去剪了头发，他就说，哇，怎么一下子那么多白发，还不是很多。然后最后走的时候我又去剪了一次白发，那个时候就头发已经比较白了。我们团队这十年几十年就几乎没歇过，一方面在执行各种的任务要把它努力措施完成，一方面还要把我们内功做了练得更好更强，所以真的很辛苦，从跟着辛苦。但我觉得很高兴这一次给了我人民英雄这个荣誉称号了。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比如说生物安全这个领域，我们团队发出的声音可能会更加放大一些，然后就是说国家的相关的政策的配套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些比如说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上面可能会有我们更多的声音，那也许这种声音被采纳以后对我们这个领域的推动力会更大。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让人高兴的事情。